出差贵阳挑战致死量这根一个调料有啥可怕？先买个糯米饭。再给我放一点。对，这一把放的好。怎么卖的？四块钱。4块。好。再来个香辣豆腐干。再给我放一点吧，这个折根。好的。就在这儿吧，咱们尝尝这个豆腐干，看着还挺诱人的哦，香辣豆腐干。我让那个阿姨给我多加了一点这个折耳根，咱先尝尝。这个其实没有加多少，没有糯米饭多。还行，感觉其他味道都比折耳根的味道大了。哎，这个很好吃，它里边有各种小菜，折耳根放的太少了，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，其他味道都盖过它了。这个完全没难度，看着这个很红啊，就带着都红了，但是其实不是特别辣，还行，挺好吃的。特别期待这个糯米饭了，希望他给我来点挑战。这个折耳根的量看着还行啊，这上面有一层，下边还有一层，咱先尝着这上面一层，就直接来一口。还行呀，这个多吃点。我说实话一点也不难吃，而且完全没有难度，量可能还是太少了，我给它拌一下。这里面的卤肉是很香啊，我已经吃不到折耳根的味道了。这个不行，这两个单品都买失败了。不过说实话真的蛮好吃的，反正这折耳根还是少，完全没有压力。糯米饭已经吃完了，说实话感觉完全没有挑战性，这个折耳根还量太少了，必须要找一个量再大一点的，这样才能有挑战性。